你们在一楼，在没人听过。友人们，你好，朋友，大家好，我是 Dan。今天是圣诞节，所以准备了几个温馨的消息。首先是捐款总额超过30多亿韩币的 Unanim 女决策，今年也是为了弱势家庭捐款了5000万韩币到韩国的蜂窝煤银行，而女决策的捐款将会使用在提供420个家庭62500张蜂窝煤，这是女决策从2013年开始连续9年的蜂窝煤捐款。然后说到捐款，就不能不提的 IU， 在今年的圣诞节也为了单亲家庭、弱势家庭捐款了1亿韩币。还是那句话，捐款不是义务，所以我们可以称赞捐款的人，但是绝对不可以指责没有捐款的人。况且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捐款，只是没有被媒体爆出来而已。 OK， 圣诞快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论坛受到很多人气的妈妈母圣诞造型。首先是 Sola， 本人本来是想要做 Thirteen， 但是被网友们称为是陈沙钱，就是在吃生鱼片的时候会垫在下面的那个一团白色东西。下一位是 Moonbeer， 被圣诞老人绑架的 Moonbeer。 接着徐音是鱼板汤，最后是 Payaba 花草。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这是1970年代美国的一个电视剧的角色，1980年代在韩国播放后就受到了很高的人气。这么一看，除了被圣诞老人绑架的蒙面，其他三人跟圣诞节，总之圣诞快乐。下个消息是现在出大事的韩国弘大。大家应该知道现在在韩国疫情升温，所以餐厅、酒吧等都重新开始了营业限制。而昨天一家韩国电台就报道了有关圣诞节前夕韩国弘大商店、餐厅受到打击的消息。但是홍대거리의취재기자나가있습니다정현우기자네서울홍대거리에나와있습니다恐龙自己出大事了，咳咳咳，笑死我了，咳咳咳，好可爱。一开始是在跳黑蛮吗？咳咳咳，因为是圣诞节故意这样的吧。最后很有礼貌的躲开车的部分，是吧？太好笑了。为什么主播在旁边，恐龙在中间呢？圣诞快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韩国人最喜欢的 K-pop 圣诞歌曲。每年到了圣诞期间，因为有很多想要听圣诞歌曲的网友们，很多之前有人气的圣诞歌曲都会重新进入榜单，所以就整理了一下今年12月25号进入美伦 TOP 排行的 K-pop 圣诞歌曲排行前11位。11位 Merry and Happy。10位 Quiet。9位 Dear Santa。 8位 Kyoryu Gobei。 7位 This Christmas。 6位 Must Have Love。 5位 Chunnoon。4位 Hinnoon。 3位 Merry Christmas。 2位 Christmas 니까。 1位 Merry Merry Christmas。Thank you.